我的名字是雅，但是你们也可以叫我 Language Bay 55,000。今天是第一天语言的挑战。好。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今天的问题是我在谁哪种语言呢？我现在学习中文和法语。我要学中文和法语，因为我要旅游。谢谢，再见。All right, y'all. So this is take number like 2000. So here we go.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雅，但是你们也可以叫我 Language Bay 55,000. 今天是第二天喂。第二天为语言的挑战。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今天的问题是我住在哪儿？另外那边怎么样？我住在亚利桑那。我住在亚利桑那。另外天气非常热和干。非常当下。Oh, you guys, I did it. Bye.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雅，但是你们也可以叫我 Language Bay 55,000. 还有我住在亚利桑那。今天是第三天为语言的挑战。好，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今天的问题是你会说哪些语言呢？你想学习哪些语言呢？虽然我会说西班牙语、英语、法语、日语和
普通话语，但是我也我也学习葡萄牙语，阿拉伯语和西瓦伊里语。非常感谢，再见。Okay, I'm done being silly.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雅，但是你们也可以叫我 Language Bay 55,000。今天是第四天，为语言的挑战。好，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今天的问题是我旅游了到哪里？还有我要旅游哪里？我旅游了到西班牙、泰国和很多别的国家，但是我在学习中文，因为我要到中国去。非常感谢，再见。再见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雅，但是你们也可以叫我 Language Bay 55,000。今天是第五天为语言的挑战。好，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今天的问题是我在学习哪个口音？我想学北京人说的方式。谢谢，再见。还有我要说我在家，我现在在家跟我的男朋友。 Yeah, I couldn't finish the video without saying that. Thanks for watching, bye.我的名字是雅，但是你们也可以叫我 Language Bay 55,000。今天是第六天，天为的为为
语言的挑战。好，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今天的问题是我有什么爱好呢？我有很多的爱好，比如说，我喜欢旅游，我喜欢在将来到很多的地方旅游。OK， 我的名字是雅，但是你们也可以叫我 Language May 55,000。今天是第七天，为语言的挑战。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今天的问题是你在听什么样的音乐？一边说中文。So far, so good. Try not to look down. I mean, it's in English, but I really wish, I hope that I'm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is without this paper. 虽然我不听中文的音乐，我喜欢在未来听的中国语音乐，因为我现在有一本书，I forgot a word, but I got through it.